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当伪信者来见你的时候，他们说，我们作证，你却是真主的使者。真主知道你却是他的使者，真主作证，伪信的人却是在说谎。他们以自己的门市为护符，妨碍主道，他们的行为真恶劣。这是因为他们口称信道，心实不信，他们的心就封闭了，故他们不是明理的。当你看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的体格使你赞叹，如果他们说话，你就静听他们的言辞，他们好像木偶一样，他们认为一切呐喊都是对他们而发出的，他们却是敌人，故你当谨防他们，愿真主诛灭他们，他们是如何悖逆的呢？有人对他们说，你们来道歉吧，使者将为你们求饶，他们却掉头不顾，你看他们妄自重大，不肯道歉。你为他们求恕与否，这在他们是一样的，真主绝不赦宥他们，真主必不引导悖逆的民众。他们说，你们不要攻击使者左右的人，以便他们离散，天地的宝藏只是真主的，伪信的人们却不知道。他们说，如果我们返回麦迪那，尊荣者必将逼贱的驱逐出城。尊荣只是真主和使者以及信士们的，而伪信的人们却不知道。信道的人们，你们的财产和子女不要使你们忽略了纪念真主，谁那样做，谁是亏舍的。在死亡降临之前，你们分舍我所赐予你们的，否则将来人人说，我的主啊，你为何不让我延期到一个临近的定期，以便我有所施舍而成为善人呢？但受限已到，真主绝不让任何人延迟，真主是撤知你们的行为的。